大家好，我是十号选手尔东琛，很荣幸能够入围本届 Radio Idol 十强。我是一名在读工科生，却享受着工程和播音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跨界领域带给我的乐趣。很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传统媒介被唱衰的今天，还是能够保持对电台的一份热忱的心。在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够投上您宝贵的一票，也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发出我哪怕微弱的光芒。我是十号尔东琛。喜欢他的声音吗？赶快去 FM961.com 为你喜爱的 Radio Idol 投一票。加拿大中文电台。